下面再来看一个知识点啊，叫集合属性注入。这个集合属性注入啊，这里边我给你把这个数组也添加进去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数组其实不属于集合里边一部分，是不是？但是我给你都加到这儿了啊，都加到这里边了。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后边啊讲 AOP 的时候，大量使用这个东西了，是用的别人的，别人就已经定义好的，我们需要往里边配它的 key， 配它的 value， 就别人用的是这个属性，别人用的是集合属性，我们需要给它往里边注入值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呢，你得知道怎么用啊，将来再用别人的东西呢。那这样，那咱们就定义这么东西啊。定义它的话，我拷贝它了。五，五，然后这儿啊，这儿咱们这样，我把它删掉了，我就留个 school 吧，留个 school， 然后我再来一个类，这个类我就叫 sum， 就某一个类啊 sum， 它里边有什么 private， 首先我们来一个数组吧，这个数组叫什么，那我们给这个叫 names 吧，叫 names， 这样吧，干脆我这儿就这样 ，names 下一个来吧，然后 list 吧，下一个来一个 list， 然后泛型我给它个 school 吧，这个叫 schools， 搞的什么东西，是吧？再来一个，咱们想想还有什么 ？list set 吧 ，set 这样，我这里边都给你放上字符串了啊，我就叫 set， 这样吧，叫 my set， 还有什么 ？list set map 吧 ，map， 就这样 ，object。是不是？我不解释，我干脆这样吧，都给你放上 string 吧。my map 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还有 properties my properties private 写错了 ，private。OK， 我这些都需要给它 set 的方法呀，其实都要的是 set 啊，我这次都给你放上 set， out 是不是加 l 啊 ？set， 然后我 to string， 好，这个类有了啊，类有了，下边我就要进行初始化了。咱这个 school 弄上俩吧，一个，哎，这是现在是几啊？五，清华，来个北大，好，紧接着，我这个是不是就是 sum 啊？这个也是。sum 这个类啊 ，sum 好了，挨着写吧。第一个是不是那个 names 啊？你看，是不是 names 啊？那既然是 names， 是不是字符串啊？数组元素是字符串，看这儿有什么？哎，第一个是不是就是 array 啊？字符串用的就是 value，
比如我这样写的，张三、李四、王五，还赵六、田七呢，写那么多呢？好了，一个了吧？下一个 ，property 是谁呀？是故事吧？你看，是不是故事啊？我唯独给你加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如果它是引用类型的话，我们这儿怎么写？其他引用类型写起来都一样啊。是故事吧？它是 list 是不是？有没有？哎，有。它每一个都是引用类型吧？我们引用类型是不是就不能用 value 啊？那有没有 REF？ 哎，还真有，是不是？那是 REF 里边填什么 ？bin， 人家写着呢嘛 ，bin， 谁呀 ？my school 一吧，还有个 my school 二，好看，好了 ，school 四有了，下一个就是 my set 了吧 ，my set。看有没有 set， 哎，有 value 吧 ，value 写个什么？写个中国北京，中国北京，动力接点，好 ，my set 也有了，下一个。该谁了 ？Mac， 这个叫 My Mac 是吧 ？My Mac， 不，这 Mac 好像就跟别人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这 Mac 因为它是键值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看看啊。哎，还真有 Mac， 是不是？真有 Mac 啊？再看看它里边是什么 ？Entry 说过吧？我们。map 里边的一个键值对是不是就是一个 map 点 entry， 我们对应的那个类是不是叫 map 点 entry 啊？啊，它单独查 entry 是没有的啊，它是 map 点 entry， 然后看看它里边，哎，一看它就知道了，这是不是有 key 来个 QQ 吧 key value 吧 value啊，记不住，7654321，这个能记住。然后再来一个，来个一妹儿吧，是吧？当时翻译的这个嘛，给他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以妹儿，但是后来这个没叫起来，这个名没叫起来，是吧？@ QQ 点 com 是吧？就这吧。这个是 my promise 是吧 ？my promise。哎，还真有，是不是？它里边有什么？就一个 prop， 这个东西啊，我们大家知道 properties 这个文件里边是不是放的键值对？它看起来是不是就跟我们那个 map 差不多是吧？但它写起来不一样啊，写起来就是 key 就这样写，来一个什么地址吧，address 是不是？你看看我这儿能不能这样写，有 value 没有？它这儿没有。对这种 properties 啊，它的值只能往这儿放，只能往这儿放。所以大家想想，记不记得我们原来写的那个 Hamlet 的主配置文件里边是不是写的 property 是吧 ？property name 等于那儿放了个 key， 它的 value 是不是就在那个尖括号中间，是在这儿放着的吧？以文本的形式放的，不是放的 value。
它不是 form value 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是从 properties 这个文件里面读过来的呀？它是 properties， 是 properties 啊。啊，地址，地址是什么？啊，北京，是不是大兴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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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凉水阁二街是吧？啊，就这吧。啊，再来个电话吧。猫六啊，电话是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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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好了，就可以了。最后就都注册完了吧？都注册完了，好了，现在就可以测试了。测试，这是五，我这是不是直接删掉吧？我这要的是不是 sum 啊？直接写啊 ，ac 点 get bin， 然后 sum。我直接输出算了，看看内姆斯张三李四王我没问题吧，斯库斯是不是清华北大没问题吧，然后 MySet 中国北京动力基地，然后 MyMap QQ Email 也没问题是吧， MyProperties 地址北京大兴，然后电话是不是都出来了？说明我们给他付的值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OK， 这是我们说的什么？是集合属性注入。